要抛了，要抛了，谢喽，要抛了，来不天平，天五啊，然后这个感觉可以天五哎，这牌可以哦，感觉可以哦，看看他们摸什么，啊没有，有，哦没有，可以啊，没，抛死你，一。从见证十万到现在二十万订阅了 ，Yuki 恭喜伯尼！谢谢 Yuki 超级留言 ，Thank you。屁的，屁的，看我罗碰碰胡三颗，哇屁呀，一台都可以。哇，太帅！屁呀！十点吗？我今天打完东风。屁呀！先回家。看太胡乱了吧。白姐，你有问说，蜜姐白琴自带三张红中或是相对应的大字台，这样八台能往上加红中台吗？可以的，蜜姐呢只是一个就是你很早听牌，然后呢让大家知道宣告你听牌的这样一个台数的加成，所以就算你是五万克碰碰五好了，蜜姐那的话也是可以加上去的，或者是说你是这个蜜姐大三元啊，蜜姐大四级都可以加上去。那当然蜜姐有红中台，那就是蜜姐加红中台。还有任何问题，我会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在下次的疑难牌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